有一句话这两天火了，我们不吃你们这一套。这句话呢非常的北京口语，这怎么翻呢？现在有很多种说法，官方的翻法呢就是 That's not the way we deal with， 这个就非常的隐晦，或者说不是那么强烈。有一种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一种翻法，英文呢非常的口语化，另外美国人呢用的比较多，是这样讲的， I won't give a damn, I won't care a damn。 用现在时呢也可以说 I don't care a damn or I don't give a damn。